你莫走！头前夜无路，我看你要走去倒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乖乖去投案，这次吧，你是要跟我天真的嘞？你竟然是讲搞歹事，你都要报仇是无？啊？你唔通忘记，我是宇轩的阿公嘞，你敢有法度对我下手？ 宇轩大汉以后若是知影，伊上害阿公是互你害死的，伊是安怎想啊？若了我又搞变哪个宇轩公，但是我爸害我家破人亡，就是你这个上害阿公。归根爷，有当初我真正做甚物，吃你目乞的骨，叫你碎尸万段。你是这是戆甲袂白上话啦？啊？声声久久，讲要替恁爸报仇，结果连恁爸是谁，恁都唔知影。 想要报什么仇啊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是走路走甲要气死是无？我有可能知影我爸是谁，我爸是张建宏。你是听叫是讲你是张建宏的后生啊？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就不是，你只不过是因捡回来的啊！你即马是咧白讲啥啊？你的腰后边。 是不是有一个情报做记号啊？你是不是想要问我讲，想怎知影？当初你的勇被甲你刷回来时阵，我就已经看过啊。你就已经清清楚楚甲我讲，你是因捡回来，唔是因清醒的。要袂讲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拖时间。你是唔是随在你啊？非你啦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甲你这种，一讲讲想要报仇。 虽然报什么仇拢唔知影五人计较，原谅他拼命，拢算袂赢我。你当作你讲这话，你大胆搞屁怪事无？我甲你讲啦，即摆福建啊，拢是警察，即摆你做是做袂起啊！爸，福建，这卑鄙的小人，我若是无卑鄙，哪有法度跟我到今仔日啊？不要紧，你赶紧将我放开。 阿爸，我要开钱啊！好啊，我早你就开钱啊！你这个大心人，我该拖落去，我无爱听啦！啊，开啊！爸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拜托你赶紧投降。我叫宇轩在你门口，阿公伫咧倒位，你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啊？请问，爸妈是真唔甘你甲宇轩啊？ 啊！不过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。爸若是会当离开，咱祖孙仔三个将来才有机会，咱做伙生活。你相信我，我真紧就回来啊！爸，你莫阁迷茫啊！你想我莫阁抵抗啊？啊，若无，你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要试看卖啊，看是你先死，还是我先死？哈、啊！